好，我们来稽查一下玄宇的模组会不会抖动啊？会不会抖动？会，而且很 Q 弹。我觉得他真的要做一个放大的啊，这样我放大不了。哎，他跟那个云香一样，哎，腿上也是有花，哎，有没有？好 Q 哦，超 Q 的，你看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时装很美啊，我觉得这个很漂亮。我觉得后期的时装做出来都很漂亮了。你看，我觉得都很有质感。有166的没有换吗？50的没换吗？我靠，喜欢喜欢。我的云香啊，云香也是有，哇，云香这个就看不太清楚了。杳冥冥兮羌昼晦，我想姐姐定是愿意的。浮沉三世与我相守，大家有发现吗？你说呢？大家有发现吗？云香的胸部的位置，那个绷带有露出蓝半球，哎，在这里这个位置，仔细看，头发飘过去的时候，对吗？是露色的，所以它露出蓝半球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我没有仔细看，我在看那个公告的时候没有仔细看。原来有蓝半球哦，一点点而已啊，一点点的蓝半球，有没有？大家有看到吗？有吧？有看到吧？这里，什么？我在跟大家调查一些细节好不好？你们在那边，我先看一下玄宇。好，稽查完毕。姐姐同我，如花与叶，风雨，我想。姐姐定是愿意的，浮沉三世都要南半球啊！姐姐看不太到、啊。我有十分要紧的事必须去做，无论犯下怎样的罪孽。OK， 看不到。我记得五蝶这个是会也会抖啊，好像是不明显。哎，这个完全不会哦。哎，这完全是，哎，这个完全不会，哎，我怎么记得会？鸡鸣枕上，夜气方回，音响声频，啊、繁华米粒，过眼皆空。啊，我知道，五蝶是不是还有一套？没有吗？还是我记错？哦，这个啊，原本的会抖，这个不会哦。好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赤练的哈。赤练，老猫的店，随叫随到的喵。好，赤练这一套哈，大家都蛮喜欢的，卓莲化身哈。哇，哇哦，哇哦，这个莲花多么的美啊！这个更 Q 哎、欸，这个比。这比刚刚的玄宇还 Q， 超扯，超扯，这太扯了啦！哎，诸葛亮跟他谁比较扯？天哪 ！Oh my god！ 我自淤泥而生，就从未奢望过，咎由自取也好。此时咎由自取也好，自是我啊，我自淤泥而生，就从未奢望过一身清白行走人间。太扯了啦！我们在学术研究，好不好？
啊，不过老实说，蛮多人喜欢这一套的啦。然后大家讲，大家叫他赤练仙子。哎、欸，他是98哎、欸，我以为是166哎、欸，我以为是168，跟那个玄机一样。就才98哦，哦，这如果我抽到赤练，我很有可能会买哎、欸。我觉得这套不错，因为连那个连赤练的妆容都 不太一样了，连那个眼神也不一样。对啊，我觉得 这套蛮不错的啊，这套真的很值得抽哎、欸，很值得买啊。前提是你要抽到赤练。真的哦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大家喜欢吗？好，就这样。